红烧肉拌油泼面。红烧肉。味道特别好，用这个料做的油泼面，放点葱花用油炸香就行，特别好吃。配点红烧肉，特别香。
鸡冠油。肉丝荞麦面，小腊肠。这个小腊肠
炒菜都行。一包250个半斤，你发四的。真香。谢谢。